统治的啊，甚至于解严都不到十年，你都还有一个作业模式，为什么在这一次我们非常多的年轻人是手勾着手谈和平和平和平，坐落在哪里？坐落在整个行政院的广场，延续到北平东路，甚至于北平东路的马路上也有非常多的群众。可是你们知道，过了十二点之后，政报部队进来，我们农政有几个朋友在那个后面的那个和平东路那边协助，他其实是知道大家去了行政院才敢去的，之前根本不知道要去行政院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政报部队一围上来的时候，先把这几个主持人甩出去。我们有一个小朋友，我们有一个同事叫做小巴，他比较瘦弱，他是女生，没有被打就把他甩走。但是有两个男生，其中一个是绿盟的，一个是农政的，就被政报部队狂打，然后狂打到警察保警，就是中正一的警察看不下去，要去解救他们也救不了，只能把他们往外推，说啊这个要往外推往外推，然后在往外推的过程当中，政报部队又从后面追打。我告诉你，这一个故事是小巴告诉我的，媒体没有报道。可是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恐惧，就是国家暴力为什么会这样恣意横行？台湾是民主国家吗？台湾对国家的想象集中在马英九跟金溥聪的脑袋里头，他们的成长过程对国家的想象根本就是权力者掌握的，根本就是暴力的展现，这个不是我们的民主追求。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会一直去思考说，我们今天这么多年轻人站出来，不要忘记323跟324的故事。我们除了提出我们的主张之外，我们要仔细的检验任何一个权力者怎么去执行他的国家权力，只要是暴